会烤蛋糕的狗狗您见过吗？其实这段搞笑的视频是一位名叫乔纳斯的电视制作人和他的宠物狗合作一起拍摄的。47岁的乔纳斯给5岁的狗狗穿上一件衬衫，然后用小狗的头和自己的双手拍摄了一段烘烤蛋糕的视频，这画面滑稽，惹人捧腹大笑啊。喂喂，还没有做好，不要吃。视频走红后，乔纳斯表示，其实整个拍摄过程并不是很容易，因为狗狗一直吃东西。好在最后拍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啊，在大家被。